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英超球会利物浦官方宣布，队长佐敦轩达臣正式转投沙地球会伊蒂法克。轩达臣将会联手前红军的神奇队长，现为伊蒂法克主帅的谢拉特。根据知名转会记者罗马洛的消息，轩达臣加盟伊蒂法克的转会费为1200万英镑另加浮动款项，双方签署一份3年的合约。而根据 The Athletic 的报道，轩达臣在伊蒂法克的周薪将会接近70万英镑，是他在利物浦时候将近4倍的薪酬。33岁的佐敦轩达臣出自新特兰的青训，他在2011年以1800万欧元的转会费由新特兰加盟利物浦。在红军的12年期间，轩达臣一共出战了492场，期间攻入33个入球，交出了61次的助攻，协助利物浦赢得包括欧冠联以及英超在内8座的冠军奖项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